这一下来就在这个位置就看到了一只啊，这一只个头还挺大，那还吐泡泡，太阳这么大你还有活力不？我去，我是不是需要给它进行一下人工呼吸啊？这只好像不太行了啊，让太阳给晒了，但是冲着这个个头啊，咱也得给它带回去，给它收掉。咱们总是能见到猫眼螺啊，捏水捏水，但是咱们一直没有看到猫眼螺是如何爬行的。现在能看到了吧？它前面有一个触须，前面有一个触须，正在慢慢的往前挪动。哎呀，哎呀，好大的力气呀、啊！这一块，这两个不知道是不是它的啊？应该它没有眼睛的啊。那么现在开始。不要给它抓起来，咱们开始表演一个捏水吧。慢慢的，啊，已经惊动了它。你看这个大舌头，这小肉，这多白呀！表演一下啊！哇塞，这个水滑滑的。好了，你的使命就剩下锅里那一遭了啊！咱们带回去。这一只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我来了，马上开始握沙，握啥呀？啊，你糟了一团糟！哎呦我去，这个头，这个活力比较大啊，这个活力就比较大。哎呀，这个头也还可以了，像夏天抓的一样大了。哎嘿，指定是挺肥的，给它收了。这里更厉害了。在这个地方，这里是一只，然后这里还有一只，再把镜头挪过来，这边在这个位置还有一只，看到没有？咱们先抓这一只啊，差点还要跑，这只发现我了，这只发现我了，这只也要跑，藏啥呀？我都发现你了，不要再藏了，这。哇塞，这个活力啊！给你来个特写啊，这个可够大，大红腿啊，给它收掉啊。来看看这边，这一只，它可能早就已经发现我了。你看，这个钳子已经开始要夹我了都啊、哦，不好使。我也有夹子，看看谁的夹子长啊。这只好像是母蟹嘞。母蟹，这个是一只母蟹，这个可肥了都，里面肯定全部都是黄啊！哎，我流口水了都，也给它带走了啊！看到这两只了没有？这两只躲在这里，啊，这个都要握进去了，这一只都要握进去了，但是不好使啊！这你也别跑，你表这有点小啊，有点小嫌弃，不要了，这只大，这只。这只颜色还可以，这个咱们就给它收掉。这只又跑了，跑到那个小石头缝底下去了。不要你啊！这里有一只在露着两个小眼睛。哎呀，隐藏很好啊，小铁子。可惜让我发现了你啊，那个不好意思，那就跟我回去呗，跟我回去吧。带走了，带走了。看看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，这个地方一直在往外吐这个吐水啊。我感觉吧，应该是个小螃蟹呀。这里也有一个出气孔，给挖出来看一下啊。耶，这啥也没有呢。这么尴尬，啥也没有，打脸了。这一只虽然说颜色很正啊，它是一个母蟹。咦，哎呀，跑啥呀？给大家表演个绝活，吸水是不是？没事儿，给你带回去，你就不扑腾了。紫色的啊，紫红色。这里看到没有？还在往那吐水啊，藏得非常的隐蔽，而且还没有太阳，
哎呀，我操，这么小吗？不要了，嫌弃你，在里面待着吧，不要。这个比较完美，这是一个海螺了。哎呀，真的是有螃蟹的地方就有海螺，好像还可以吧，个头还可以，咱就赶紧给它收，咱就给它收了。哎呀，咱就给它带回去了。潮水呢已经开始往上涨了啊，咱们就开始上去了，开始往回走。咱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在这边捡到的所有的海鲜，还是不错的。这一只个头算是应该是算是最大的了啊，因为是春天，这些螃蟹还没有全部都出来，等到夏天的时候有一斤多的这种赤亚红啊，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贝壳，也可以了啊，收获。